顶膝漂亮。哎哎哎呦，这个是中国选手经常会用到的这个巧劲儿。低扫漂亮，低扫。哎，可以尝试啊。哎，啊，刚刚这个其实冯经理的机会很好啊。对，后手拳以后马上转出来。对。哎，你看又是，哎，冯经理的后手。哎，后手又来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好漂亮。注意啊，冯经理，这个容易在这个绳脚的时候待的时间过于长了。对，尽量转出来。哎呦，漂亮，高扫。后手拳又是，哎呦！但是乔奈的这个头收的比较紧啊，是，几次都是打到脑门的位置。漂亮，一套组合。哎呦，漂亮，又有。这个拳落点非常的准，顶膝，顶膝。哎，冯经理，这第二局啊，越来越松弛啊。对。乔奈这个两只手啊，持续的这种直线组合拳用的，一直是用的比较多。对，非常快啊。嗯。好，哎，这个不错。哎呦，两个人不管对方的拳，直接低扫去克制他。对。哎，好，漂亮。我们看到乔奈的左边支撑大腿内侧已经红了。哦，高扫，高扫。现在看来啊，相对来说冯经理的这个重击效果更明显啊。对，漂亮，又是低扫。乔奈的左支撑腿已经开始有躲闪的迹象了。还有10秒。哎呦，还的不错，对方两拳虽然没打实，自己打一个重击反击，对，不错啊。第二局冯经理整体表现非常不错。